为什么你的直播没有人？最近很多小伙伴问我一个问题，本来直播好好的，第一场开播一个小时下来上千人，高的同高的话几千人、上万人，接下来第二场直播就变成几百人，然后陆续再开就成几十人、几个人，甚至没有人。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，这种问题太常见了，作为 t t o k 很常见。首先分析好直播都有哪些特点，需要具备哪些特点。 好人英语水平好，好物产品特色，好场景，根据物品所布局的场景能够完美融合。对于第一场直播，你会很开心，因为平台也不知道你的账号是什么特色，第一次肯定还会给你很多鼓励，所以一直推人。但从上面三个方面分析，我按照排名来算，产品大于场景大于语言。如果一进去看都不想看，没有停留，技术层面也不会有好的数据，不用想着直播会有。 多高的权重？如果产品不行，那就拿场景来补，语言就不用补了，除非你教老外学中文。所以直播没有人不难分析，从第一场都没有场官互动留人，后面就不用再想，除非拉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准备很多号的原因。希望对你们有用，T Talk 一定要多准备号。